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是《万魔之王地狱级》，我们用这一队来挑战。虽然这队好像没有那么平民，但是，挑战的成功率应该是99.9999999加0.00001，简单来说，100%过了，基本上应该是绝对会过的啦。你看，就算我这样一个手残啊，没有转好都可以过了，你信不信？一定可以，你自己看，瞬间就过了。嗯，就算这一个手残啊，没有转好，你看这么大一个手残都可以过，你看这就是。轻松的，那我只是稍微破个双成就，那也没什么别的意义，反正顺便再领一个怪鸟也不差呀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带掉第三场，直接进入第四场，我们都快要到王冠了，你自己看这伤害，随便打一打都死。他就跟我这个，我们就跟他们说再见吧，拜拜。我们也自关。扣血50%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是把你一次扣血100%的那种，我一次帮你扣100%，掉卡，哎，没掉，可惜。那我们就用第五关，第五关都快要王冠了，我们都已经，你看我们都快刷完了。轻松了吧。好，我们进入第六关，王冠。好，我不知道王冠的难度在哪里，反正我就是无聊的想要开开技能。不过我就不浪费各位时间。我就不浪费各位时间了，轻松的2分钟通关，很轻松很轻松。这个万魔之王萨鲁曼地狱级就这么简单。好，我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没有了。好，那就这样，就这样，真的就这样，真的就这样，解个成就而已啦，没什么。对，解个成就，解个成就。人面怪鸟，然后再拿只人面怪鸟和机关骑士。好，我们就解完成就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分享、订阅并分。按赞分享给你朋友并订阅一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那我会有一个梦魇级的挑战，那我们马上，我等下马上就会把这个影片上传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